咱这个课哈，咱已经上三年，我要四年。这四年来底，从来没有休息。干那每年伫农历的过年休一礼拜，春天呢每礼拜拢上。啥人咱来安呢？因为咱一直内心伫希望讲，较紧赶到美国要求的四千个本土台湾人捌法律的来接这个证款。现在美国会讲，你都要捌法律，啊，才让来接证款。因为台湾人自69年来，因为台湾人坦白讲吼，足无胆。先讲台湾人足无胆。台湾人伫1947年的这个二月二八啊，叫中国人大量的台死以后啊，刷入去38年的白色恐怖。控制台湾人的思想，你讲台湾人惊死吗？惊死，但全世界人拢惊死，不是干那台湾人俩。你想看卖啊？吼，普通伫你生活，无代无志，安尼讲一句话尔，啊，几天工作也无去，这就是蒋介石伫台湾迄当阵所造成，诶，台湾的迄个社会恐怖的思想，等于是一种白色恐怖啦。所以台湾人在这个白色的恐怖之下，内心里面才感觉啥？要反对国民党。其实南部反较厉害，北部呢，因为蒋介石在这个北部重兵啊，控制这个台湾人。啊，过来蒋介石伊头脑真好，非常的好。这全世界是来讲吼，像中国人这种的统治的方式哦，真少。第一，伊用18%，18%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你做公务人员，你只要是做伊中华民国的官员，你退休的时候，你会当存一笔钱，啊，互你用18%的利息钱，而且比高利贷搁较悬啊呢。所以现主席有什么现象？有人做校长，一个月领7万、8万、9万、10万，但是退休以后啊，领15万。诶，世间哪有这种诶？免做代志，啥领较济；爱做代志，领较少。这是啊，用金钱甲你控制。全世界无一种诶选举制度，讲你去参加伊诶选举，不管你有调无调，你若5%以上，你每一票人送你30块，这恁知无？知嘛吼？啊，所以可见讲，你若去投票投一摆，你也了偌济。那这个总统级别啦，你去选一摆，你要了偌济？230块。等迄个票，啊，幸好蔡英文啊是马英九30块。说你去政党一年会当摕偌济？50块。摕四年多200块，230块。我甲美国讲的时阵，美国嘛不爱相信呢。莫怪台湾人，咱这个法律一直在进行，甲这民进党啊讲哦，卖开始选啦。你拿这个选举吼，剩无一半人选的时阵哦，美军都爱入来。因无爱，因讲，我若无选，啊无你要选谁？敢若无选好伊，要选吼中国国民党，选了中国人。其实民进党对中华民国对不对？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讲啥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所以民进党应该叫啥？中华民国民进党啊。中华民国民进党跟中国国民党哪有不同款？我问你咧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太紧，跳了太紧，您跳了太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。中华民国，你有听到吗？你没听，我现在跟你说给你听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自己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简称中国。我哪会知？我跟你说一个秘密。那年，李登辉做总统，含李登辉的这款心态，不是讲我咧批评，我嘛做过李登辉
自由会全国的秘书长。李登辉当阵，迄、那个国统纲领还未通过以前，叫迄当阵的国台的副议长叫做谢龙胜，含我，是迄个国统纲领的草稿，互上看，好，江泽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看，因为我含谢龙胜做一起的，一对见面，伫韩国见面，你有惊着无？所以当初我就感觉讲哦，足奇怪。你伫台湾，即中国人实际上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私底下拢有咧通啊，拢因讲好以后，才提起来台面甲你讲个。当然，迄当初我还没有发现即个法律。阿未，现在阿未发展，即个叫做用战争法，用即个国际法来解释台湾的地位。所以，迄当初讲哦，我很震惊啊！阿哥，迄当阵连战咧选举的时阵，叫什么人？叫一个国台真，我一个还算真好的朋友啦，伊做化妆品，去甲中国通讲。您爱宣布吼，伫台湾演习，为着要选举，所以咱台湾人一般拢为头到尾，和遐国民党，和遐中国人为头到尾骗啊骗啊啦，用家己吓的。迄当阵台湾人国较高的时阵，若要选举，就甲你讲哦，你若投予什么人的时阵吼，啊中国都会拍过来。你甲认真甲想。为今以前到今嘛为止，共产党捌拍一滴炮弹来个台湾无？你想看捌无？唔捌。干那迄当阵，你定位伫选举的时阵，1996年的时阵，1996年的两，迄个叫做飞弹危机啊。飞弹危机的时阵，中国唔是讲啊呢？伊讲要拍飞弹，其实迄飞弹内底空的。啊、李登辉哪会知道？美国甲讲的。啊，美国哪会知道？因为中国有甲先美国讲。我先甲美国讲吼，我拍飞弹来，你是空的吼。伊若内底有实际上的弹药的时阵哦，迄就叫做战争啦。伊哪会敢？中国哪会敢？唔敢。所以美国派迄个独立号啦，迄拢哇，迄拢在表演啦。所以李登辉讲哦，我穿18班的什么方法，拢假啦。拢在啥？拢在骗台湾人啦！咱真正吼，互骗到牛。实际上，中国绝对唔敢打台湾，因为台湾都唔是伊的嘛。伊是免来甲你打，伊若打，迄叫做世界战争。所以这点呢，你若直接你读法律，你就要非清楚的了解。啊好，啊，即马中国袂甲你打，过来。既然中国未甲你拍，你台湾人就安怎？爱家己了解你家己什么人？你到底什么人？因为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，这个教育，甲你讲你是为中国来，你的祖先为中国来，无影无一只。民进党足侪政治人物讲要去寻根呐，我印象上深的就谢长廷啊，什么去福建的迄个叫做邵安呐。啊，结果福建那边的官员，甲凊彩甲自己举一个地讲，啊，这块土地以前就是谢家住伫这个所在，伊还未转来是吧？因这日就甲迄个谢长廷讲，无影无一只，你们去用骗伊。台湾人确确实实唔是为中国迁来的，讲一个上好的证明给你。您厝拢有公妈卡吗？您公妈卡吗？捌去遐请过无？我过年的时阵，细汉的时阵啊，阮老爸拢叫我每年的过年拢爱去请那个公妈卡吗？公妈卡吗？您听无？迄个新名的迄公妈卡吗？我甲拍开啊！阮老爸甲讲我是17岁，就是讲为迄边刷来台湾的17岁，
结果公猫看嘛，甲拍开甲算算诶，内底都无六片。你听我，死一个祖先就一块牌位啦，内底无六片。每年诶扫墓诶时阵，即摆要搁扫墓啊，四月份。阮阿公诶墓有，阮阿祖诶墓有，阮阿祖搁去了无啊？十七世代。啊，甲阿祖以前拢无去啊！啊，以前的墓也是走去倒。落尾啊，我经过调查，住伫阮迄个庄头的，拢总是十七世。啊，我有朋友，我夫人啊，我太太，因讲二十一世，哦，够较厉害。啊，住伫因迄庄头的，拢二十一世。嘿，家己呢拄啊好，我就去问啊呢。啊，老人安怎讲？这哪有啥？输人唔输阵呢？阮家隔壁讲伊二十岁，我就讲我二十一岁，我较久。所以恁家己，恁家己等于出去兵，恁的公妈看嘛去看，看恁到底是不是第几岁啦？来用一个科学的证明，马家的病院有一个医生叫做林玛丽，真有名。好抽血，即马抽血检查都免钱的。检查以后就跟你讲哦，你的祖先位对来。结果祖先是为中国来，不到1%。啊，不然是为倒来。台语有一句话讲哦，有长山讲无长山嘛。以前为中国走来，拢查甫的啦，无查某的啦。啊，查甫来啊那，那罗汉卡边呐，娶某边呐，娶当地嘛，当地是啥？平埔族。的查某嘛，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啦。啊，你哪知？很简单嘛，我问你咧，恁厝拢有嫁娶对不对？嫁娶的时阵，主桌坐什么人？哎，对，阿姑。那万一恁妈妈万一啦吼，过身去，什么人若无来，袂当封顶？阿姑，这是什么话？这就是平埔族的风俗，这个风俗以前传到今嘛，这就是平埔族的证明嘛。过来，过年的时阵爱拜地基主，什么叫地基主？土地公啊，厝内底土地公就对啦。迄就是平埔族的风俗啦。你敢若看这风俗，你就知影讲你到底什么人。所以，咱台湾这69年来，台湾人民的历史、台湾人民的生活习惯，拢是充满着中国的味道。中国人替咱台湾写历史。你知影吼？你即马所读的册内底，中国无5000年的历史，是敢若3000年尔，是嘛？中国的文字也是3000年尔。历史拢是后壁迄代替头前迄代来写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后壁迄代写的时候，迄历史拢总假啦。我前啊，咱读迄假的历史是袂通听。所以我定你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你中华民国所修的世俗朴素的学业，我们通通不算。迄叫做毒苹果理论。即块土地内底。这个土地里面有毒，你种出来的苹果会吃你吗？当然不能吃嘛。苹果是真红，但是这是有毒的土地所生出来的苹果啊，是不是怎么吃？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读高级班，比你读世俗朴俗更加有效，因为你这么历史啊。当然啦，你上三天的这两座课，初级班三天的高级班，这样你就都懂了。 No, 你要看书。我常在鼓励说，你要看书，看书才能来改变我们台湾的历史，才能来改变我们台湾过去不对错误的价值观。台湾人变到现在怕死爱钱，这都是中国人所传过来。中国人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国家，你想看吗？日本的天皇嘛是2000几年，日本天皇2000几年的天皇有换过无？
你想有捌无？没有换过，唔捌换呢？一定是一日传一日传，但是日本换是真歹。伊过去的风俗啊，是干那会当伫风俗内底结婚啊？要求即摆内底风俗结婚啊，女生的囡仔女戆白痴啊！所以日本的天皇是无啥呢，有几下白痴，这做电视你都看。啊，中国呢，三千几年换几个皇帝，换几个朝代，有够济个朝代拢换换过啊。所以现主席讲迄个什么尧舜禹啦、汤啦，迄尧的后代就伫倒去啊啦。人日本天皇甲即卖迄传统还阁伫咧，是安怎呢？中国几年啊，都变作皇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皇帝都换掉，因为中国人。一生拢非常沉浸因个文化，就是食人个文化。即马敢有真中国人？我问你，有无？你想有无？根本没有中国人，根本没有汉人。元朝什么人？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什么人？蒙古人。蒙古人不是中国人呢，不是汉人呢。蒙古人执政的时阵。成吉思汗的执政的时候、啊、所谓的元太祖啊，从这个那当初的中国超两亿的人口，杀一半掉去，所以倒有汉人。清朝是倒位人，满清是倒位，满清就是也是满清人，就是那个大清，也不是中国人，所以哪有中国人，哪有汉人。咱因为要甲你通知，甲你制造，你讲你是汉人，讲你是汉人，所来甲原住民高山就甲你拆开去。咱嘛是原住民呐，各位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不要去看什么人不起啦。只不过是讲你有受教育，甲无受教育，安尼差别尔嘛。所以恁来今日上这课。你头壳一定过去的思想要洗好清气，来接受这个物件，不是讲叫你百分之百来接受，你嘛爱安怎？爱家己思考，经过你的思考，讲，啊，这对啊，唔对，等于思考阁看册。这就是台湾坦白讲，即马现主席一直没有办法，和咱现主席新的台湾人来了解台湾呐，卖台湾民政府。我们台湾就沉沦了啦，过经过五十年、一百年都无台湾人啊啦，拢是中国人啊。所以这款代志你会当想看卖。今日好佳哉，台湾民政府发现这个战争法，发现讲你台湾人唔是中国人，你台湾人是大清帝国的人，在大日本帝国的人。听好清楚哦，不是日本人哦。我再讲一遍，你唔通讲今日上课等下你甲讲啊，阮的秘书长讲咱是日本人，歹势，唔是日本人，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人。即卖日本甲大日本帝国敢有共款？你想有无？无共呢，现在无共。1945年战争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美军去占领着日本，麦克阿瑟利用一礼拜来修改宪法，宪法一个修改就变作一个完全新的大日本国，不是大这个大的体变成日本国。所以即卖日本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有共款无？无共款，因为宪法不一样，两个国家就不一样。来，我再问你一个。大日本帝国还有存在吗？还有在吗？你感觉有的举手。大日本帝国有的，现在还有大日本帝国，再一次举手，如果有大日本帝国，你感觉有的举手。你不会被人吓，你好吗？我稍微给你吓，你就不敢举手了。有啊，没有？有在哪？对哦，日本天皇在这里，大日本帝国就在这里，好奇怪哦。所以有的人说，秘书长，你是在说什么？
咱因为这有较深啦，这唔是讲你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你就有法度来处理。日本天皇朝的咧，大日本帝国都的咧。咱即马伫告美国，讲我本来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。你中华民国1946年1月12日，把它强迫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，啊，无这个中华民国是假的啊！你把它变成一个假的国籍，所以法院的判决讲台湾人没有国籍，所以咱拢无国籍啊！所以伫美国开迄个记者会，迄、那个记者听听嘛惊一跳咧，啊！2000万人无国籍，而且算世界大代志呢。2000万人没有国籍呢，咱就是。虽然要求美国法院爱判决，讲爱承认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啊，未来都问啊，啊，承认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的以后咧，国内要安怎？很简单嘛，你中华民国爱离开嘛，政权爱行动，用台湾民政府嘛。啊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？那记者冇人问呢。什么叫台湾民政府？这个台湾民政府会当个改名叫做台湾国、台湾共和国、台湾临时政府，还是讲台湾什么什么什么坏什么国，会使不？未使。习近平跟来这样用台湾民政府，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个名是为对来，为战争法来，战争法是为对来，叫做惯例法。战争法一般来讲，成文的条文啊，真少。干那底下的日内瓦和平条约啊，内底有规条啊。啊，搁伫这里啊，做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有几条啊？伫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有关战争的判决有几条啊？剩呢，诶，这个战争法大部分拢是惯例法。你个想看卖啊？琉球伫1945年诶4月初1，美国登陆。占领了琉球，伊去占琉球的时阵，大兴就先说啥？说美国军事政府，刷入去说啥？说琉球民政府，琉球民政府。伊拉克，美国甲英国甲拍入去，海山甲掠起来，马上伫伊拉克设立啥？伊拉克民政府，当然。有美国军政府伫内底，阿富汗嘛同款，韩国、北韩是苏联去占领，苏联伫迄个所在设苏联军政府，同时设立北韩民政府，南韩美军设美国军政府跟南韩的民政府，台湾嘛是占领。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，美国要在台湾设立美国军政府，但这个军政府它可以用其他的名称。美国是设啥？美国那个军美军顾问团，顾问团代替啥军政府？中华民国设啥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1947年2月8日以后，1947年6月15日，佮改名叫做台湾省政府。同时，台湾警备总部就是中国的军事政府啊。即马改做啥？叫做海巡署，拢还佫伫咧咧，嘛袂无去，拢还佫伫咧。这是法理上面一定爱有诶。所以台湾省政府会当佮取消无？未使哩，李登辉有一摆，他甲戆戆，伊讲要废省，要共废掉。美国出来讲，你创啥？你当然是迄个宋楚瑜做新主席啊。No， 你袂当将迄个台湾省政府废掉，你敢会当啥？动省，
动算是啥？甲变起来还阁伫咧。所以今日台湾省政府还阁伫咧，是安怎？美国讲这等啥？等台湾民政府出现，然后这个省政府要搞吼台湾民政府。这代志，台湾哪有几个人知？迄若毋是讲我诚心去、倾心诚意去研究这战争法，那今日一百年后，台湾也无去啊。所以，恁遮真少年，拢有少年有贵爱的。我跟恁讲，恁新台湾论一定爱摕去读，豆豆啊读。台湾即世人，台湾以后敢若剩这条路好通行，就是用法律来救台湾。你若用法律，什么人拢无法度将你台湾灭掉。就是安尼啊。普通时初级班的上课，我毋是安尼上的。初级班的上课，我会去甲恁讲吼，哦，一九第几年、几年、几年安怎改变？但我即摆咧上这个初级班的时阵，甲高级班我都无共款啦，因为已经经过三四年啊，有真侪人开始有了解，你嘛会去看迄个网顶啊。我开始爱将整个的概论甲你讲，互你知。你才会知影讲到底台湾人是什么人？你自己本身要很清楚，你到底什么人？即摆毋是像以前蒋介石讲画台画站，你著咧惊。若要台，若要站哦，我先死啊啦！2006年，我过美国到今日已经偌久啊？2015年已经9年啊咧。中华民国一发年到有甲你叫去，中华民国警察到有甲掠去。伊毋敢，毋敢的原因是咧，毋是我较大块，较大块白，我只细汉。我无啊，是安怎？我后壁有徛一个人足大汉的，你有看无？有无？你拢目睭处处的。我后壁什么人？美国啊，美国拳头母较大只，所以伊毋敢甲你安怎。所以咱伫即个所在，咱发车牌，咱发身份证。什么人要抓去？昨个迄个《苹果日报》，毋是干呐，《苹果日报》尔，几啊摆啊，拢顶足大哩，奇怪，已经没有政府的状态啦，讲咱无政府啦。有一只车牌吼，就咱发的车牌有无？红的啊，讲警察看到，拢听讲面拢安尼，我去变去。本来啦吼。咱拄仔发车牌的时阵，全台湾有5个所在警察甲恁查落来，甲咱车牌拔去，警察咯，好大胆有影，迄啥物目睭无睭暗，讲这伪造车牌，当心敲电话甲讲秘书长安尼要安怎？我袂要紧，你卖急，好拔。啊，拔的时阵你就甲讲，哎，你拜托你甲写清楚，你甲拔的原因是啥？用伪造车牌。啊，不按照什么道路交通管理规则的规定悬挂，有的较过分啊，红白白白拢甲拔拔去。我迄个东西我拢改请来，我你明仔去法院甲按铃申告，告啥？有人结伙，就是结伙的两个到底持枪押枪，结伙抢劫。人民私人财产，我再讲一摆。有人，我卖甲讲伊警察啦。有人结伙持枪，押枪，嚯，要求你犯你偌严嘞，马上甲传嘞，传来看到警察，迄警察的面色拢青顺顺。迄警察私下才甲因讲，喂，人过迄有理呢，迄块红牌是啥个？美国军事政府的呢，迄毋是伪造的呢，迄是正港有牌的呢。啊，所以即马警察拢安怎处理？第一，看到咱的红牌，毋敢甲你贴。若今日甲你贴，明仔载绝对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两个警察穿便服，伊毋敢穿这吼，穿便服去恁家，甲你倒倒转去。啊，甚至毛通你北一半的时阵，迄较资深的。老教的警察来讲，你在干嘛？拆牌啊，放回去啦！啊，放回去啦！我甲都转去。咱那牌不是假的，
咱无伪造呢。咱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，美国授权发这个车牌，但是又讲一句话：你红牌甲白牌爱挂到顶，因为红牌现主是无保险。中华民国将迄个美国的保险公司甲挡伫门口，无爱让入来，安尼害啊！你若万一开迄只车去共弄到，爱赔啊！啊，白牌免啊赔，但是迄、那个毋是，迄、那個、红牌免啊赔，都爱中华民国。台湾管理当局迄只白色的牌，唔只有挂保险，会当甲你赔。恁听有无？恁即马是初级班，恁是无资格去买车牌啊。高级班以后才有资格买啦。啊，所以有个人嘛足臭屁的，吼、哦，红迄白牌摕掉，敢那挂红牌四界走。警察袂甲你抓啊！你就莫去拄到迄个吼菜鸟警察。我警察好多毕业，会甲你抓，但迄抓是无代志啦，不过不好啦。啊，即摆迄个安排死给你走。中华民国嘛头壳疼，中华民国最近有出一个法律，有一个迄个交通道路管理规则，发到所有警察，伊讲迄个安排啊，是由美国军事政府、台湾民政府所核发，不属于伪造车牌。我看到迄个公文啊。啊，所以即马警察看到红牌啊，面拢挖过，我爱甲你看，我爱插你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听你讲，你伫遮上个高级班以后，你是咱的民警，你穿黑色的西装、领裤带，你莫超工去找中华民国的麻烦，安尼好唔好？唔通去找的麻烦，因为伊即马要阁管理当局，伊要阁有权利甲你管。虽然伊袂甲你管，但是他有那个管辖的权利。伫台湾管会叫做台湾 authority。咱甲美国讲几啊摆，你台湾管会法爱取消，你有惊一条？有诶讲啊，台湾管会法毋是咧保护台湾吗 ？No，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是什么 ？The people on Taiwan， 这是中国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是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咱真正的本土台湾人叫啥 ？the people of Taiwan，OF， 这些是这样讲的台湾。所以这个台湾关系内底啊，哈，白白台湾人伊甲你三两种，你若无注意看，你就袂晓，你就唔知影。咱是本土台湾人，咱唔是流亡在台湾的。中国人记者会内底有中国的记者甲律师吐槽，用台湾即马有80%台湾人，但是阮中国人嘛有20%，啊，当20%要安怎？迄律师戆戆袂晓讲，那我着甲讲20%要安怎？转去安怎？这毋是恁兜啦，敢若阿扁也讲迄句无毋对，太平洋无坎挂，当然毋是要叫伊收水啦。咱会用飞机还是船，好坐上去啦，安尼好唔好？今日上课到这，明仔载还阁有课。